好来一看镜，带恁做伙用台湾话看全世界。头头讲到情人节，全世界国家拢有家己的文化，像像是华人的情人节咯，对亲娘妈生的日子，3月14是白色情人节，啊，个4月14是乌色的情人节咯。现在进行，咱继续个时间，到记者张暗色，暗色请讲。是主播，今日是2月14情人节，祝观众朋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水歹无底比，爱着较惨死。唔知大家要去对过节吼，咱先来飞去澳洲，先来看意大利吼，因拢是食这个提拉米苏，唔是嘛？这是上出名的点心吼，这个流传真侪浪漫的爱情故事。明仔早对你讲出心里话，想了闺蜜，卡想嘛歹势，意大利嘛是同款哦。因为这个提拉米苏，伫个原文内底吼，这个、提拉是牛的意思，米是我。数是起来，就是讲，甲我扭起来，带我走。意思是吼，带走嘛是这个口味啦，佮爱佮幸福。所以吼，拢爱伫咧这情人节时阵食这个提拉米苏。2月14的法国吼，街头气氛真正嘛是袂歹哦。爱情你比我想的佮较伟大吼。除了巧克力豆佮点心，咪拢爱食这款真特别的情人棒。听讲这个棒吼，比咧法国棒佮较松佮较嫩。讲吼，食时阵吼，你的表情会特别温柔，特别好看。这个棒吼，拢爱提。前一礼拜甚至几啊个月进前来煮饭，当然哈，食过这胖料，暗顿也是爱食传统好料的吼。个是日本呐，伊嘛是同款食这个巧克力豆吼，自这个1950年开始，是查某人流行吼，伫个2月14时阵透过送巧克力豆，甲这个爱慕的查甫人表白吼，那双方都有意思吼，这查甫伫伫个3月14的白色情人节，会送女方巧克力豆吼，小姐啊，请你好爱。先生，人歹势在心内。韩国个日本嘛是同款吼，同款伫个2月14送礼，3月14花礼关系啦。不过有伴就予人吃新鲜啦，只是真系独身的嘛是感觉真重要吼，也感觉足重要个呀。4月14嘛叫做乌色情人节，罗汉卡个少少咧食即个乌色大米吼，用乌色来纪念友谊，分世间爱情啊，空笑梦。一场风声，继续是巴西情人节吼，伫咧6月12，因伫南半球啊，6月对巴西人来讲是寒天吼，所以伊举办宴会庆祝这个情人节吼，一边跳这辛巴，一边食烘肉，真热情吼，送爱人用这个热带兰代替玫瑰花，和爱情更加加温，小火火的意思，安尼就对啊啦吼。双人枕头若无你，也会孤单；棉被较厚若无你，也会畏寒吼。主要是在为吼泰国的水灯节，就是这個泰国的情人节吼，伫个蜗牛的见证之下，做一个手中的这个几号水灯放去河内底。祈求吼美好的生活，然后吼两个人得去做一只船啊，啊无得去踅这個市场，因为吼泰国人吼较无爱食甜的，所以因的情人节嘛是同款，特别爱食酸的、食咸的，初恋爱情酸甘甜五种气味哦。那听一句我的，满面是红记记，无阿波赢家去，今仔今仔大代志，时间还有主播，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